对于中方来讲，我们的有关立场和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中方呢已经多次明确地阐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并且已经多次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我们密切关注佩洛西的行程，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维护中方的主权安全利益。 中美双方呢一直在各个层级通过各个渠道，在北京和华盛顿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中方多次明确无误地向美方阐明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串访台湾的坚定的立场。我们希望美方的官员呢能够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以及一旦发生的危险性。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美方必将为其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利益承担责任，付出代价。